生。185，185，你是横着长的吗？不过185，185还好，我觉得185，185还好耶，我居然觉得还好，真的还好。16899可不可以？老婆，当然可以了，老婆，你是多少我都爱你。老婆，不谈男朋友了，我谈女朋友去。175110怎么样？瘦了吧？110好瘦啊！我姐妹170110就是，我感觉她就有点瘦。截个照片，姐姐摆个姿势。截好了吗？宝，男颜可以吗？我感觉这些我配不上，可以下一个。学你恋爱脑。卡牌子让美英记住你，可以的。终于卡牌。185，185不是成熟，主要它高，我觉得它高。185，185还好。175120怎么样？我是觉得瘦了。175120瘦了。40岁，每个月刷50000可以吗？小杜，真的，咱俩去结婚吧。咱俩去结婚走。你把那四万给，你把那个，你就是提前预支一下80岁以前之前的所有的每个月的4万给我，提前预支一下，然后我们俩去结婚。结婚吗？现在还小，我应该结婚可能要25岁。那你不念了？莎莎大人，先从爱你们来的。程序员能接受吗？国服马超，程序员你是不是秃了？175170，会有点小胖吧？175170会有点小胖。其实并没有，程序员能接受，我是感觉程序国服马超为什么要把国服马超给念出来？游戏数据这个有什么用呢？185150可以吗？这个刚刚好，182155刚刚好。178啤酒杜副科可以吗？副科。182154减肥70斤又增了10几斤，154刚刚好。你个子高，主要是你个子高吧？厨师想说这衣服显胖。哎，我垫了，我想让自己能大一点。170150会有点，可以减一下吧。欢迎老婆加入我粉丝团。什么身高体重在相亲吗？他们一直在报，我一直在评价，他们一直在报，我一直在评价。不行，得不到女人，你们也别想得到。我垫没有，其实人家没垫，人家就是这么大的。谢谢我小杜送来的，不好意思。超过180超大巨人可以吗？超过180，看你多痛吧。180150是刚刚好，姐姐别插了，我觉得被爱溜，这是征婚现场吗？有点像。190190190太高了，但是你要真说体型的话，我会觉得刚刚好。190190会觉得刚刚好，但是190对于我来说太高了。如果说我以后找，我应该不会找1米9的。像超过150，其实我都不是很能接受了，因为150好高啊。姐姐多赚我95斤，小姐姐40岁还能穿成这样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185130太瘦了，180180 OK 吗？这个是可以的，刚刚好，猛猛垫了。谢谢我邮箱弟弟送闪耀星辰，现在我都不用加班了是吧？是的呢，我最近比较浪。谢谢我邮箱弟弟送拉虎盾牌，刚说啥185，他们在报身高体重，我一直在评价。180125太瘦了，宝宝多吃点。175190看不出来胖，那还好。175190还好，可以转过来吗？不行。谢谢我邮箱弟弟送的，我这是又回答你们问题，又谢谢邮箱弟弟送的礼物，我嘴都瓢了。187200还好，还好，刚刚好，我觉得还好。181135太瘦了，181140刚刚好，我会觉得181140到160之间是不胖不补。180777看怎么评分，刚刚好啊，刚刚好。190186看刚刚好吧。二什么？干嘛？小杜，谢谢我小杜送来的飞机，你干嘛？看我最近没加班了，要给我加9个小时。Oh no！ 180210，人家第二个报体重，你第二个报什么？报长度。160165185会胖了吧？165185会胖。如果你165是身高的话，如果不是身高的话，你这个是要刚刚好。176135怎么说？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185得多重合适？185会觉得150斤到180斤会合适，150到180，到190吧。